底下有女观众说于老师真白啊，谢谢啊。你是没看见于老师的父亲游泳？哎，行了行了，不光白还有带鱼呢。谢谢吧，这都是，这都不是一般人啊，识货。这都是在河边看过你爸爸游泳的人。那几个大妈来了，这是吧？刚才是郭麒麟跟阎鹤祥。哎，郭麒麟是我儿子，阎鹤祥是我徒弟。嗯，今天很高兴，嗯，能够跟儿子站在同一个舞台上，我真是发自肺腑。因为到我这个年纪啊，你就别说了，您把我都搁里头了。我不重要，不重要，重要。这人就是嘴馋，你知道吗？我馋这干嘛呀？我在后台我还跟郭麒麟说呢，嗯，不管你当不当影帝，你都是我儿子啊。谢谢吧，谢谢吧，这个就爱干这行。嗯，因为我跟于老师我们也是俩废物。这叫什么话？干不了别的，嗯，就能说相声，就会这个，从小学的就是这个。嗯，一步一步走了今天。嗯，一张嘴养活全家到现在，就指着这个爱干这好玩。嗯啊，而且站台上跟观众就这么你来我往这么逗着玩，这叫互动啊，这是别的艺术形式所不具备的。哎，这是相声的特点。你说相声跟台上谁喊个什么大辈儿啊，嗯，底下跟着答应啊，有这欲，好玩。嗯，哎，当然你们要是看芭蕾舞啊看交响乐，我不建议你们坐底下搭下叉，那也没法搭这下叉啊，就是这人家跳舞你跟那喊不合适。是，哎，保安非把你弄出去捆到树上泼凉水打。好家伙。嗯，相声可以，相声允许。哎，这个你不允许他也得喊。哎嗨，嗯，挺好。嗯，这就是斗智斗勇的一个过程。哦，为什么要搭下茬？这个还有什么为什么？好玩，好玩。哎，首先说人家喜欢你们，对，这倒是。人家在家里边听了好多次了。哎呀，嗯，这是于谦，这是郭德纲。嗯，又到现场，这俩人这样啊？哦，看见真人了。哎，愿意喊，兴奋，这是观众对我们的爱。是，那还有的就是，哎，这段我听过，嗯，这个包袱我知道，啊，熟悉，太好，我要喊出来，我发泄，我要让其他的观众知道我听过，嗨，这显摆什么呀？你说人家花了钱了，你不让人显摆显摆不合适，哦，女孩一般都是就，哎呀，我喜欢，我高兴，嗯，这个演员我认都这样，是，男孩就两种，哪两种？一种是有女朋友的，一种是没女朋友的。这还怎么区分呢？他没有女朋友，他就希望让现场其他的观众，嗯，你看看我可不是一般人，哦，我会搭下茬。哎，啊，哦，那，台下观众有的时候搭下茬，一句话说的特别巧，嗯，后台连演员都挑大拇哥，哦，觉得好，时间、尺寸，嗯，火候、节奏，嗯，太棒，嗯，这样的观众不是没有，有。我七岁学艺到今年，我可能我见过得有两回了。哦，才两回啊，那就不少了。哦，大部分就是瞎喊，嗯，就发泄开心的，都说上现场能喊一回退票，我是不是也能喊一回？哎，啊，一喊一闹，嗯，高兴，这无所谓，它，嗯，本身就是娱乐嘛，嗯，对不对？允许人家，嗯，啊，所以好多男孩愿意在现场喊这个。这是没女朋友的，这，还有的有女朋友了，他其实是给女朋友看，给女朋友看。你看这句，我能搭下茬。哦。他们都不，你看我，我行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看这些人都很羡慕我。哎呀，我可不是一般的观众，我比其他的观众，我那，哦，走，咱开房去吧。啊，什么叫开房？哪儿啊？这是他那个目的就是奔这个来的，显摆吗？哦，要是跟前有几个观众，哦，这人很厉害，他能飞起来咬人，啊，就高兴了。有的时候我站台上看，哟，这俩人真般配。嗯，我还愿意帮助他。这还怎么帮助？小小的，干干净净的啊，姑娘漂漂亮亮的。俩人天生地造的一对，嘿，太棒了！哦，我就故意的给他个节骨眼儿，让这男孩能接上一句来，递个话，哎，然后，嗯，努力，嗯啊，嗨，只能帮你到这儿了。哦，有的时候也不行，怎么呢？好，一看这男的长得就是刚放出来，哎呦，这个女的一看就是马上就进去，哎，俩人舔着脸还接下茬，我给你两句我就弄死你，哎，这个本身就聚少离多，你还怼人家，你说，啊，哼。这就是说相声的乐趣，啊，就高兴。对我们来说，感谢老天爷，感谢祖师爷的恩典，赏饭嘛，既是兴趣又是工作。哎，爱说相声啊，
说相声又能养家糊口，你没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干呢。对，对不对？你就说，比如我种地，你有多少人种地？兴趣是种地，爱种地。哎呀，我的业余爱好就是种白菜。呵，反正我还能卖白菜，可能有，但是不会特别多呀。嗯，你纺织女工哪个就爱纺织这？不对，你待着不也待着吗？嗯，人总是要干点什么的。嗯，你在家躺着不也得吃饭吗？嗯，你得干点什么。所以你干的那个工作未必是你的兴趣。嗯，如果工作跟兴趣是一回事的话，嗯，那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干下去。多好的事儿 啊！当然了，其实像这种演出并不好干。这是商演，商演啊、哦，买票的演出不好来。怎么不好了？你看，你要说这场咱不要钱，嗯，那就另一回事儿。不要钱怎么另一回事？你看，比如说，拿于老师来说，你又拿我举例子。要不你来趟物业啊？不会，我先看看说什么吧。不是你眼睁，你怎么办呢？对不对？啊，于老师，嗯，换个身份吧。啊，我是什么身份？您不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。哦，我改别的地方的。你是啊，八宝山曲艺团的相声演员。啊，八宝山曲艺团，我们这团给谁演呢？我们，你们的客户都是一人有一个单间儿。哎，对。VIP 啊，关键就是一听大伙儿这是胡说八道，啊、哦，又是假的，怎么可能有八宝山曲艺团呢？对呀、啊，就算有人写完之后到物业一报告，老去物业这位，就是啊，就物业也能把他催出去啊。是，一听是个假的就无所谓了，别人不信，免除后患啊。对对对、嗯，八宝山曲艺团，好，您是那儿的头牌啊。嗯，我八宝山是曲艺团吗？我叫头牌，不是，啊、你是那儿那个。最漂亮还是头牌吗？这不是，你是那儿客人最多的。您别说了，你就是那儿最棒的演员了。对，就是头牌吧。啊，头牌吧。嗯、啊，八宝山曲艺团成立于乾隆14年，嚯、哦，还是老曲艺团了。那是一个正经的继承老北京文化的曲艺团体。哦，八宝山。哎呀，都是老北京，老北京各种文化的专家都在你们团了，是吗？老北京的各种艺术形式，只有你们能继承。你瞧瞧，全团开大会，嗯，你们的艺术总监就说了，说什么呀？咱们这个团呢也成立那么些年了，到现在俺们这个演出呢，是他娘的没人看、啊，这什么话呀？这是，哪还骂街呀？俺们这个老北京的曲艺团呢很难受啊啊！他那个德云社的，为什么他们都有人看你是吧？这是老北京的曲艺团吗？这个？于是你们就决定出去演出去了。我们也出去演出，对，你们顺着保定地区奔高粱地就下去了。好家伙，嗯，到那儿找一个山沟里边的一个老山村，地形还是很熟悉。我们要求到这儿演出吧，啊，找人村领导，哪们是八宝山曲艺团里，别倒腕儿，哪们都先在这儿要来演出了，嗯、啊，山沟里人哪见过？农村的吗？啊，嗯、啊，老北京的八宝山曲艺团来了吗？啊，你们是弘扬老北京文化的吗？这北京话比我们还正宗呢，这个。我们这个山沟里边没有到外面去过哦。上次出门还是嘉靖32年。哎呦、嗯，从明朝就没有出去过啊！我们就别跟人这折腾了啊！你们很兴奋是吗？太厚了，那们这个老北京的。行了，你就演不演吧？演人家不让演，怎么不让演？因为正是农忙季节，哦，正麦收，团里商量先给人收麦子吧。啊，先收麦子，哦，收完麦子然后再演。嗯，然后每家再送半斤鸡蛋，我们给人家鸡蛋，就这个还有两户人家不同意，为什么呀？因为这两家是养鸡专业户，啊，人不缺鸡蛋，啊，给鸡蛋人家看不上了，是是，先收麦子吧，啊，一收麦子，嗯，农民伯伯惊呆了，怎么呢？这个老北京的曲艺团怎么比我们还厉害呢？怎么叫厉害呀？这个收麦子是把好手啊。我们收麦子是好手啊，就收完麦子了吧？啊，给人开始说相声，啊，人家像这种演出，嗯，好演，怎么好演啊？我拿你钱了吗？没有，还是的，你还拿我鸡蛋呢？哦，我还帮你们种地呢，对呀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你也不要要求我们的艺术，嗯，你也不用考虑我们演出时间，哦，我们也不用尊重观众，都不用尊重观众，废话，你拿我们这些鸡蛋了啊？啊，那倒是，所以这种演出。好演，好演了。你包括评级啊，天下的事只要是人力可为就好干。评级也是吗？比如说您是八宝山电影公司的演员，八宝山企业还挺多。嗯，你们公司很红火呀、啊，很热闹，很温暖。
是，那是在炉子旁边还不乐乎吗？啊，今年要评级了，啊，于谦老师要争当一个三级演员。是评电影，是评演员啊？我们这个，你得先是三级的演员，才能演三级的电影。哎呀，列位，啊，你们听听，这是影帝的话吗？嗨，乱七八糟的。来，你们单位领导手里攥着一个三级，还是三级？就是关键演员，你之前是四级演员，还不如三级呢。你现在要调到三级，准备对。然后你们八宝山电影公司，嗯，你们的领导手里攥着一个三级演员的名额，哦，他就想这给谁啊？他得想啊，是给于谦，嗯，还是苍井空？这俩人谁对我有用？那苍井空对你有用，那是，嗯，那就先给苍小姐啊，然后于桑啊，什么于桑啊？我真上日本弄这些了，是怎么？于桑，明年你在三级啊？今年还拍不上了。你看见了吗？坐在我手里攥着这三级啊，给你，给他，给那个，给谁？看我心气儿，给谁都一样。所以说，人力可为，嗯，他就好办。这倒是，人力难为的就是这个。商演咱们之前出去了，什么叫欧洲，哪叫迪拜了，嗯，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美国、东南亚都去到了，嗯，咱俩人就说再有能力咱不能顾着5000观众跟咱飞来飞去吧，啊，那是不行，对吧？为什么说观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，嗯，指着您吃，指着您花，这对我们是必须要尊重观众的，没错。您的每一张票钱我们拿回去养家糊口，嗯，上有老下有小，给我父母，给孩子上学，给我媳妇儿，给他媳妇儿一份。所以说我媳妇儿不用你给啊，我媳妇儿不用你，嗯，拿着吧，啊，谁跟你对付了？没事，对，反正什么叫没事儿啊，也不差这一个月。我这多少月了，是怎么的？没听说过。给你就拿着，干什么拿？就是废话啊，有我的啊。你看，嗨，这你也行，你是不知道。我呀，我以后不给了，这压根儿没给过啊。嗯，所以说。我们管观众称呼为衣食父母，这是对的，必须要尊重。咱们之间没有鸡蛋的关系，啊，那是江山父老能容我，不使人间造孽钱。嗯，郭德纲、于谦代表德云社400多相声艺人，嗯，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。哎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你说一千道一万，你不得凭能力吃饭吗？那是啊，是说相声上台都会说这个啊。那我们这是语言的艺术。对啊，什么叫艺术？嗯，艺是艺，术是术，这还能分着解释吗？艺是演员的能耐，嗯，术是把能耐卖出去呀，啊。哦，有艺无术那是诈骗，嗯，有术无艺那是商贩。嚯，哦，我摆个摊儿跟这儿卖菜、卖花生、嗯、卖影帝，甭管卖什么吧，卖什么呀？卖什么？我卖出去就完了呗，啊！但我站台上跟人说，就得有艺有术，嗯，是。哎呀，我这个相声这么好，那么好，如何如何，怎样怎样，对你精神上是一个启迪。你要发自肺心，认识你自己吧，啪嚓啪嚓啪嚓嚓，人文学角度、美学角度，哎呀，顺嘴冒白沫子。说完之后，你说我卖票了，1毛钱一张票，观众把剧场砸了。哎呦，你说你不是诈骗吗？啊，咱得说实话，你那么好，怎么就没人听呢？嗯，你那么棒，为什么1毛钱不值？哎，这是一个关键。嗯，说能卖票未必是好演员，嗯，不能卖票你肯定不是个好演员。哎，啊，说的对，嗯。